今夜鬼相声越讲越阴森，大家晚安，我是陀中康。前一阵子呢，这个四大运厉害，这个国人这个非常的沸腾。当然，我们在这边也要为那个所有的选手呢掌声鼓励。但是呢，今天这一期不得了，因为呢，播报四大运的时候，有一位那个主播啊，他又愤慨了。生气，生气了，恨铁不成钢啊！他又走心了，没有关系，希望他能化悲痛为力量，把所有怨气呢，在今天好好的，灌注在这个故事之中，带给大家更大的震撼。当然，也要首先欢迎那个高逸凌啊，跟唯一这个组合，哎，实在令我们非常的担心。这个有这么多，真的很担心的。唯一啊，非常开心。担心啊！啊，那也要谢谢其中一位女生，这个怎么会讲鬼故事要穿成这样？对啊，清凉，清凉，清凉。好，收起我们的心情，我们马上要开始讲鬼相声了。第一组不是别人，他就是高逸凌，唯一欢迎。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这个外景出身的，所以就从外景来讲吧。是，之前我出过一个外景，然后是到土耳其。一开始的时候我很期待、很兴奋，土耳其耶，没有去过这地方，而且感觉很神秘，很多东西可以看。但我没有想到，竟然在那个地方遇到一件事，让我以后只要提到土耳其，我就非常害怕。土耳其其实我之前也有去过，但是我那时候比较像是去拍一个像纪录片这样子的短片。对，那因为那时候也是第一次去，所以对当地一些文化不是很了解，结果去了之后也遇到怪事。好，我们那时候啊飞过去，因为蛮远的嘛，飞了大概10个小时之后，到了机场有一位中文导游来接我们，那就是我们那趟的导游兼翻译。我们一上了巴士，然后导游就很凝重的跟我们说，我们现在要去拍摄现场，这路上我们会经过一个地方，是这边很著名的古战场。古战场我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出去的时候呢，企划他有先做了一番的搜寻，然后呢当地的导游他就跟我们讲说，这个古战场是他们当地人才知道的壮胆景点，而且你在网络上是绝对查不到的。那时候导游他就提醒我们说，如果有经过的话，你在窗外看到任何东西都要装作没看到，更重要的是绝对不可以拿相机起来拍。导游那时候有跟我们讲类似的事情，然后还说，如果你们害怕的话，可以买一个当地的护身符啊，我带来，就这个，我也有土耳其之眼，对，他说这个东西在那个很多观光客会买回去当纪念品，然后因为真的很代表当地，那我那时候除了这个以外啊，我还买了一个项链式的，然后就挂在身上。我那时候买的是一个手环嘛，因为想说这样子它很便宜，然后又很好看，然后重点是它又是当地的特产，所以我就没有想那么多啊，反正就辟邪 OK。 那结果呢，我们买完之后那一天的晚上开车就真的经过那个古战场，本来大家还在嘻嘻哈哈的，可是到了那个古战场之后，不知道是不是突然想起那个导游讲的话，你知道吗，马上大家就安静无声，而且你知道晚上经过外面真的黑压压的一片，恐怖就在你会觉得在那片黑暗之中好像会有东西冲出来的感觉。晚上经过那边真的也太可怕了吧。我那时候是白天经过，但就算是白天经过，你从窗户往外看，你还是觉得这边外面都是一片死寂荒芜。但因为拉车时间很长，所以导那个司机他那时候说他想要休息一下，我们就找个地方靠边。导游就警告我们说，大家在车上待着就好，不要乱跑。可是我就坐不住，而且我想说，我身上那时候已经有一个项链了，没差，我就跑下去东看西看，东摸西摸。那个当下没发生什么事，但到晚上，怪事就来了。是什么怪事即将发生？我们马上回来。当下没发生什么事，但到晚上，怪事就来了。而且我记得你那时候回来跟我讲，你说因为那天真的太累了，所以你到旅馆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倒下去睡觉。对，就一睡睡到12点多才起来嘛，对不对？可是起来不得了，
因为你才发现你行李箱的衣服全部都被翻出来，超乱。然后我本来以为是招小偷吗？对啊。但检查之后发现不对啊，我门窗都关得好好的啊。嗯。但我想不通，加上我又太累，所以决定就先去洗澡。我洗好澡出来，门一打开，就我发现我房间多了很多湿哒哒的脚印。这脚印是从浴室走到房间里面来的，也就代表在这空间里除了我以外还有别的东西存在。那我当下就不敢待在那边睡啦，所以我就赶快跑到大厅去，然后就在那边撑着撑到早上，然后才回到房间收东西，然后赶快绕跑。谁敢继续待着啊？你知道我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是，因为车程真的每一趟都很长，对，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会有很多那种休息站啊，定点会下来要上厕所。那因为我们团队出去都是坐小巴，嗯，所以大家都下车去上厕所，就留下我一个人跟那个导游啊，不，跟司机，嗯，在车上，对，两个人。那因为我坐在最后面这边，然后这样子靠着睡觉，突然之间就觉得，好像有人拉一下我的头发。可是你说你坐在最后面，所以后面没有人，对，那还是你的头发被什么椅子缝夹到之类的。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子想，然后我就想说，那应该就是被卡到，就是夹到什么把手之类的，不有他，我会继续休息，我这样又靠着。哎，第二次又来一下，这次大力一点点，他说，怎么会这样子？哎，然后看一看，真的没有被卡到，也没有什么东西呀、啊，然后继续睡，还敢睡啊？我跟你讲，这次夸张，第三次，嗯，我眼睛才刚闭上，那个拉呀，它不是拉，它是用拽的，这样唰一下子下去，然后我就想说，什么东西在哪里？你知道吗？不看没事，一看我是坐小巴嘛，对不对？最后要一排嘛，所以一长排的位置中间是不是有个走道？我就往走道这边的玻璃看过去，有一只手抓着我的发尾。你后面没人哎，但是你镜子反射出有手。哇塞，我觉得一定是因为你经过那个古战场，那边真的太阴，所以你也被缠上。嗯，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在饭店里面遇到鬼吗？嗯，我本来想说，应该是饭店不干净，离开饭店就没事了。再加上我那天又没睡觉，所以我上了巴士之后我就直接倒头大睡。嗯，睡着睡着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我自己在洗澡，但我是在看我自己洗澡。那不对啊，你看到浴帘里面是自己在洗澡，这样子感觉很像是灵魂出窍哎，就这种感觉。但在梦里面那个我啊就很好奇，所以我就开始往浴帘靠近，然后把浴帘拉开。我看到我在里面洗澡，嗯，但我全身上下爬满了残缺不堪的尸体，有的只有一截手，有的没有下半身，有的是头被打破，然后眼珠子喷出来，哇！然后他们不断在我身上抓爬，一直发出一种声音，就是这样子的呻吟声。再来，我看到流到地上的不是洗澡水，而是满满的蛆和鲜血。我的妈呀，那个画面也太真实了吧！你没有被吓醒哦？我吓翻了，我当时是在还在梦里，但我就往外冲。我冲到房间的时候，我就是顺势往下一看，结果我发现那些湿哒哒的脚印是我自己踩出来的耶。所以你的梦境跟现实有结合在一起。我这个时候才吓醒。你知道我刚刚不是讲说我在车上遇到有手拉我头发的事情吗？那因为我一开始跟你一样，想说啊，我有戴这个土耳其之眼的手链，那就觉得有辟邪的效果，心应该就会比较安一点。结果呢，我们后来就是有一次去一家餐厅吃饭，那吃完饭出来大家就要上车了嘛，那我先走出来，就在走到车子的这一段路程当中，我遇到一个疯婆子哦，那疯婆子超离谱的，她就这样一直恶狠狠地盯着我。然后就突然冲过来要抓我的手，我以为他要抢我的手链，结果呢？我就刚刚那边拉扯拉扯，然后他这样抓着我的手，就很惊恐，对不对？然后就这样子笑，这样。对啊，这意思是他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没有跟任何人讲。然后你知道我吓坏了，我就马上冲回去，想要跟我同事说，哎。你看那边有个疯婆子，他刚刚这样子要抢我的手链或干嘛的，结果我才一回头，你知道吗？那么大的一个街道其实很空旷，中午嘛很空旷，我一回头那疯婆子不见了。你知道在土耳其那阵子，因为一直遇到一些怪事，只要遇到怪事我就下意识的会抓住我的那个土耳其之眼的项链，然后就祈祷说不要再发生事情，希望他可以帮我挡掉所有的鬼怪。
但之后又有一次我们在拍摄空档，我又遇到了水屎。等一下，你讲的是差点有东西掉下来砸到你的这件事情？对，因为那时候我到旁边巷子去拍照，拍着拍着，突然听到我正上方，我头上正上方听到很大声碎裂的声音。那我当然下意识就伸手抱头，然后往前跑几步，以为有东西会砸下来打到我。结果什么都没有下来。所以没有东西掉下来？没有东西。但反倒是我伸手要护头这个时候，这个动作呢，我手伸上来，我被旁边一个很利的铁片划到，然后血就喷出来，喷的全身是，还喷到了那个土耳其之眼，那很严重哎。对，但是当下我就觉得奇怪啊，为什么来土耳其会一直遇到这些水屎？所以我就问导游说，这附近有没有清真寺或是类似的地方可以让我去拜拜？哇，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坦白讲不是只有我啦，我的同事他们都陆续的遇到怪事，就想说那不然这样子入境要随俗啊，所以我们后来是找了一个当地的修行者，因为他们有很多那种其他古老宗教像拜火教那一类的，对吗？所以呢我们就去问那个修行者，那修行者就说哦，听完了，他说其实你误会了。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哦，你们不是被这古战场的冤魂给缠住了，不然是就是你手上的他，对，你知道它叫土耳其之眼，对不对？它有另外一个正确的名字叫做 Evil Eye， 邪恶之眼。那我们外国人去的话，会觉得啊，这是一个纪念品，好看戴在身上。殊不知，它真的有辟邪的功用。但是呢，它是把这些邪气吸到它的本体里面去。所以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像我们台湾是护身符要去过火，他们不是，他们要丢掉。结果你如果没丢掉的话，它到最后就变脏东西。可是，在那个地方，真的，他就因为到处都有在卖。对，其实他们有很多不孝的商人，他们其实就是回收这些二手的土耳其之眼，然后再转卖给观光客。所以你的手链跟我买的项链嘞，就是二手，然后吸满脏东西的土耳其之眼。真的啊，所以后来你知道，我真的是吓死了，想说他们当地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仪式可以去驱退这些邪灵或干嘛的？后来他们就说没有没有，他们当地的做法就是你直接丢掉就好了，就丢掉。所以记得哦，不但丢掉，你还要把它打破才行。对，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贪便宜出国去买这些纪念品回来哟。停，不准在这里打破。打破它，请远一点，请收下。没关系啦，我们今天都带来了，其实当然是。我跟你讲，这种这么好的事情，对不对？怎么可能是我的独享？对，我已经有一个，我家有一个。讲得太好了，非常生动，而且是从那个整个啊旅游的经验来讲。对，所以大家出国旅游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一点。来，请坐。嗨，有些习俗，希望他们这种讲法呢，各位观众能够喜欢啊。其实啊，就不用怕啦，就是反正多买一点那个什么土耳其之眼，对，把全身挂满，对，它可以吸很多，平均分散，买冰淇淋就好了，最厉害。组杨森打于安强，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我们的一个共同朋友小丽的故事。他是一个香港人，然后他非常喜欢线上游戏，然后他常常一打就是三五天，打不停打不停，这样一直打一直打。有一天他打着打着，突然跳出一个对话视窗，就是 Hello。他是奇怪，这个游戏怎么会突然跑出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密他？然后就后来他就说：“哎 ，Hello， 那我就 Hello 回去。”他说：“你在干嘛啊？”我在打游戏。聊着聊着也不知不觉聊开了，就这女生突然就说：“你相不相信预言能力？”预言能力？你在说什么东西啊？他说：“那不然我给你一组号码，你去买六合彩，你一定会中。”小丽打着。好啊，那不然如果我中的话，我再请你吃饭咯。照那女生所说的，开奖之后，她果真中了1000多万。哇！小丽中奖之后，她超爽，她就是哇，马上就买了一台新车，房贷也把它缴一缴，然后把所有的游戏设备全部升级。她哪记得什么要不要吃饭什么这回事？她就这样三五好友一直打游戏，打游戏，打游戏，哇，打了。结果突然，一直跟她打游戏的队友跟她说。小丽啊，不是我要说你，你打游戏可不可以认真打？不要边打边谈恋爱，好不好？小丽马上回呛说：“哪有啊，我房间就我一个人而已啊，哪有别人啊？”
另外朋友也跟着说，哈，马子在旁边唱歌你还会害羞、哦、这让小丽觉得莫名其妙的时候，耳机里传来了女生唱歌的声音，不管天涯海角，我在你的身边。小丽立刻把耳机拿掉，没想到歌声还是一直继续，而且好像就是从她耳后传来的。于是小丽就慢慢把头往后看，看她的身后方到底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张床。但是从这天开始，小丽的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变化。她每天早上觉得很累，眼睛很酸，有时候甚至睡醒闹钟一叫，眼睛张开的时候眼睛是看不到任何东西。而且她逐渐发现她的枕头上面有很多大量的落发，她就看到那落发之后，她就摸自己的后脑勺，摸着摸着竟然发现秃了一小块，而且那个秃的地方有一些痘痘啊，红肿的地方很痛，而且轻轻一碰到就会开始流血。因为眼睛不好，他就也因此戒掉线上游戏。不玩线上游戏时间又多了嘛，他就交了一个女朋友，就决定说，哎，带女朋友一起出国玩。但在出国前一天晚上，手机突然跳出一则语音讯息，他打开来，不管天涯海角，要在你的身边。小丽听了，也录了一段话，说。你是谁呀？对方回答说，你这么快就忘了我，我是那个让你中奖的女生啊。小丽这时候想起来一件事情，她想说，哎呦，我怎么中奖之后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忘记了？我当初有答应这个女生，如果我中奖我一定要请她吃饭什么的，结果后来她就想说，哎呦，这段时间蛮不好意思，正在想说要用什么借口来搪塞一下的时候，那个女生又传来一个别的语音讯息，她说，我知道你中奖，我也知道你买车买房，但是我们说好的事情呢，你答应我的事情呢。小丽听了一阵毛骨悚然，马上传语音回去说，抱歉啦，我真的太忙忘记了，我请你吃个饭好不好？我一定会好好赔罪的。但是对方就没有继续回答了。隔天他就把这件事抛在脑后，继续跟女友出发去国外玩。第一天晚上在饭店的时候，女朋友在洗澡，小丽突然听到厕所里传来，不管天涯海角，要在你的身边。小丽马上冲进厕所，看到女朋友劈头就问说，你为什么会唱这首歌啊？没有想到小丽的女朋友说，我刚刚就在洗澡啊，我哪有唱什么歌啊。到了半夜，小丽又听到那歌声了，而且一样是从厕所传出来的。她鼓起勇气起了身往厕所接近，没想到越靠近厕所声音越大，当他站在镜子前面的时候，他声音根本立体到像有人站在他的背后唱歌，但是转过去没有人啊。再转过去看的时候，他瞄到了镜子的反射，他的后脑勺上方的烂疮竟然就长着一张女生的脸。小丽觉得太恶心了，她当下就拿了刮胡刀想把那烂疮直接刮下来，就正在他刮的时候，他这时候手机就收到了一个语音讯息，说，你以为我给你号码让你中了奖，你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吗？你可以这样子轻而易举的把我们的承诺都忘记吗？从今天开始，我们不会再分开，我会一直都跟在你身边，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遇到来路不明的人给你名牌，你也要小心是不是要付出代价。付出代价，有病啊，有毛病啊，有强力的回马枪，很好。
还有一件事，哎，那照这个逻辑来讲，小丽阿虎应该就是小丽，你应该中了不少奖哦。我不是秃一小块，我是秃一大块。喂，是光头，你这个两三亿哦。最高的就是我，直接好，谢谢两位。如果喜欢他们俩这一组的组合呢，请给他们按个赞。接下来不得了了，走心主播加上体育界的逃兵，欢迎展元哥跟吴尊。我今天要讲的并不是世大运中华棒球队输给韩国，输给法国的惨事。这事情呢是发生在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虽然已经开始播报球赛了，但我必须还要兼跑其他的体育新闻，大大小小的体育新闻还是要去采访的。那像我那时候呢，去跑一个排球新闻，排球新闻，然后那时候就要去一个体育馆，那时候就有听到前辈想说，那个体育馆呢，你不要一个人在那边待太晚哦，而且呢，不要一个人在那边爬爬照哦。一开始我没有听得很懂，一直到我在那个时候真的遇到了一连串的怪事情。当时展元哥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故事好耳熟，我就想到说这个故事跟我大学时期守球队的朋友阿星所遇到的故事很像。那后来我就问展元哥说，哎，这个体育馆是不是在一个田径场旁边？这时候展元哥就默默的点了头，就是那间。那个体育馆呢？排球队的场馆在三楼，那手球队的场馆在二楼，两队通常都不太会遇到。但是在后来发生了一连串的怪事之后，让两队的人差点就打起来。那件事情当时真的是闹得蛮大的。我朋友阿星当时他还是大一的菜鸟。那因为通常菜鸟都会做一些可能帮忙收一些器材啊，或是收一些球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呢，他晚上练习完之后，他们队上练习完之后，他就帮忙把球，手球收到篮子里面就放好。结果呢，就是准备要回休息室的时候，发现啪，哎，什么声音？球打翻的声音。他一回头看，看到刚刚整理好的排球全部都被打翻，散出来，散落在场地的各地，有些球还在地上滚。摆明的就是恶作剧嘛，那时候阿星菜鸟嘛，他想说是不是神拜学长在恶作剧，菜鸟菜不该死，是罪该万死。所以他自己就只好鼻子摸一摸，就把那些球再收好。可是呢，他就在需要去捡一颗滚到了角落的那颗球的时候，他起身看到一面镜子，而且呢照到了那个镜子他的身后站了一个人，而且那个人就把球拿起来往他这边砸了过来。阿星的反应算快的，咻一下就是马上躲过那个球。可是躲过之后，那个球直接打到那面镜子，把镜子给打碎之后，一回头看想说是谁啊，发现后面一个人都没有。他觉得说奇怪，到底是谁在恶作剧。他在想的时候，就忽然听到后面传来那种一个小朋友的笑声，然后还听到有人在他耳边说：“你找到我了吗？”哇，你那个朋友真的神经够大条的。一般人听到这种声音的话，筋酸来找，赶快拔腿就要跑了。结果他老大哥不仅不跑，而且还想要寻着那个声音的源头，想要去追查那个声音的来源。因为我朋友他其实蛮体贴的，所以他当时也没有想到说是鬼啊，或是好兄弟之类的。他就觉得一定是有人在恶作剧，他就沿着那声音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后来找到三楼的厕所，他说啊，好啊，躲在厕所，现在逃不掉了吧？他就把那个大边间一间一间推开，一间一间推开，一间一间推开，就发现通通都没了。而且更让他更毛、更害怕的是，他想要说，那既然没人，我就走好了。就他一转身看到厕所间的镜子。有一个小男孩就攀在厕所的隔间板上，还露出了半颗头来，看着他露出了很恐怖诡异的笑容。这下我朋友真的害怕了，连滚带爬，就说：“我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小朋友在这个地方？”然后球也没有收，就马上就回去了。隔天教练看到球为什么没有收好，
那镜子还破掉。那阿星呢就把这件事情的始末跟教练讲。那教练就想说，嗯，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知道了，一定是三楼的排球队在恶作剧。你朋友这样子想，但是呢他又很 TK， 对不对？所以呢他没有把看到小男孩的这件事情跟他的教练讲，我想说他应该是不太好意思讲。而就在下午练习之前，手球队的教练就跑去找排球队的教练去理论了。而且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是发生什么样的误会，两个教练就很大声的吵起来，互相问候对方妈妈，骂了三字经，很大声。而且排球队、手球队两队从此互看不顺眼。只是后来就是到了某一件事情爆发之后，两队的火药味更重。就在几个礼拜之后呢，他们练习完嘛，那排球队置物柜的私人用品忽然都被翻出来。那东西是都没有不见，但就很像是招小偷，人家是翻箱倒柜翻箱倒柜的，而且是用来我们通常运动员通常贴手或是贴地板的那个白贴，也被贴的到处都是，整个排球场都是白贴。这还不够夸张，更夸张的是很多的一些酸痛乳膏啊被挤在满地都是，乱七八糟的。而且排球队墙壁上有一整排的窗户通通都被砸碎了，想都不用想，这就怀疑就是手球队来报复。那天排球队所有人都超不爽，于是就带了大批人到手球队那边，想要找手球队理论。哇，差一点打起来，好险是后来就是教练过来就是劝阻，才避免就是有流血事件发生。不过呢，会被叫走的部分的原因也是有当时呢台风快要来了，教练呢要他们先用木板啊、塑胶袋啊，赶快把那些破掉的窗户遮一遮，不然台风来之后，大雨一来，大雨洒进去，整个场馆就会遭殃了。所以那时候就赶快叫他们是用木板、用塑胶袋把那些窗户补一补。不过呢，在当天呢，就在整理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排球队的队员突然从铝梯上面摔了下来，砰一声，很大一声，然后好险是没有人有受伤，只是屁股有点痛而已。那只是因为摔下来的时候，他当时在绑那个木板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小男孩头忽然从窗户这样冒出来。怎么会有小孩在窗户边？更多惊悚内容千万别错过。有一个小男孩头忽然从窗户这样冒出来，然后看着他说：“你找到我了吗？”哇，可怕的是就是他们的场馆在三楼，三楼怎么会有一个小朋友在那边？而且那个队员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没事已经很厉害了，可是呢，他的厄运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呢，他耳朵旁边一直回响着那句话：“你找到我了吗？你找到我了吗？”那个声音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面挥之不去，甚至呢，就在他骑车想要回家的时候，骑摩托车，我们知道摩托车踏垫那边是空着的，他突然看到就是有一个小男孩蹲在那个踏垫那边，抬头望着他看，哇，这一下吓坏了，整个车子打滑，累残之后，那一位队员他腿就断了，那送到医院之后呢，打电话说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然后他就一直讲说，有个小男孩在踏垫上看他，有个小男孩一直跟着他，然后搞得整个队上人心惶惶。不过排球队、手球队两队就是死对头了嘛。那时候双方人马也没有交流，也不知道双方都有人遇到鬼这件事情。直到有一天，你那个朋友阿星啊，跑到排球队的外面那边一个走廊，那边走廊有一个制冰机，运动选手都需要一些冰块来冰敷。阿星就在那边。面对制冰机，打开制冰机，拿铲子在铲制冰机里的冰块的时候，咔，咔，咚，奇怪，这触感
怎么这么奇怪？他想说，冰块不是应该会是硬的，会是卡的吗？他就往底下一看，发现，哇，不看还好，一看吓死人。制冰机里面的冰块，双方融化都是透明的，结果他发现制冰机里面满满都是红色的，很像血一样的颜色。然后这时候冰块就慢慢就是，好像有东西从下面钻上来，就看到是一个小男孩一半的头，就说，呵呵，你找到我了。这时候你的朋友就大声的叫出来，哇！他叫得非常非常的大声，在走廊通通都听得到。我那时候就在走廊旁边那个尽头，跟着排球队的球员一群人赶快跑过去看，看到阿青就坐在地上，一直语无伦次的讲说什么，有一个小男孩在看他，有一个小男孩在看他，有个小男孩在看他。这个时候排球队就想到，之前摔下来的队友好像也说过一样的话，难道是遇到小男孩的鬼魂吗？这时候两方的人马，两个球队什么新仇旧恨通通都要摆在一边了，他们开始就打听是不是也有闹鬼的事情，这个体育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他们总算是问到了体育馆一个很老的管理员，才知道了事情的始末。管理员呢就边走边说嘛，他说以前这个体育馆其实没有这么的严格，所以其实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会开放给一些民众啊来运动或者来走走散步。那那个时候就有一群国小生，他们就来这边玩嘛，玩捉迷藏。那躲迷藏躲着躲着躲着，就其中的小朋友就看到，哎，制冰机耶，这个地方好像蛮好躲。打开进去之后，发现好像这个制冰机什么从里面反锁好像推不开耶。他就推不开了，对，他就推不开了，所以那个小男孩就活活的闷死在那个制冰机的里面。从此之后，每到了夜晚，小男孩的鬼魂，他以为他自己还在玩捉迷藏，他就会跑出来跟大家一起玩。而且呢，那个小男孩会一直用各样的方式暗示你，要你去找他，可能是因为他在死掉的时候，也是因为捉迷藏没有被找到死掉，所以后来才一直留在原地玩这个游戏，希望有人找到他。那台制冰机其实篮球队后来都没有再用了，是排球队后来来之后才开始用那个制冰机。而当时呢，当那个小男孩的灵魂被你那个朋友找到之后，他其实就很开心的，是因为他总算是被找到了。所以那个制冰机之后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怪的事情，所以其实那个制冰机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严重。在知道这件事之后，两队也不太敢使用那个制冰机了。但也是因为这样子，后来两队的梁子也解开了。那后来他们双方也就是在场馆的各个角落都贴了很多符。那之后这件事情就没有再发生了。但是他们心里面都还是有阴影。晚上练完球之后，东西收收，马上就散了。不过这也是苦了我了，因为我每次采访都要等到他们练完球，晚上才可以去在那边对他们做采访。采访完之后呢，我一个人要离开的时候，真的心里还是毛毛的，而且也不敢靠近那个台制冰机。所以每次采访完之后，我都想说，真的好想赶快下班呢。说个正事，是。对于一个曾经在体育界努力的人，是看到这次四大运大家表现这么好，你内心有什么样的想法？其实蛮好，摆在心里就可以了。展一个辛苦辛苦辛苦啊，讲得太好了，哎，回去。没什么想法，我觉得其实摆在心里，摆在心里，我觉得其实蛮感动。揍你喽！好了，如果这一组呢，各位喜欢的话，记得一定要给他们按个赞，这样展元哥就会常常来。他就不会一天到晚在那个主播台上走心，好不好？是。好，接下来欢迎丑瘦子，那个得奖得不是得奖，就是得到很多奖金的秃头，六合彩得主，哎，六合彩得主啊，还有一个丑，哎，怎么啦？如果你把鬼故事当故事在听，它就只是一则故事。如果你把鬼故事当作鬼故事在听的话，那么它就会是一则鬼故事。欢迎收看《跟鬼打招呼》。
好，没有人理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则故事呢，跟大家的日常生活中息息相关。可能从小到大，你会最讨厌做这件事情，但是也不得不做，就是倒垃圾。那我们家那边垃圾车一向都是很准时，如果晚了几分钟，就很有可能要跑到下一个路口才能到，或者是要等到隔天。但是基本上我们两个人是很难准时到垃圾，所以多半都听到音乐声之后，我们才匆匆下楼，奔跑追上即将要开走的垃圾车，哎，丢垃圾。对，久而久之呢，其实那个比较辛苦的清洁队员就会记得我们两个嘛，就一个丑瘦子，一个秃头嘛，对，记得啊，光头好，他就记得了我们，所以他只要看到我们冲出来，他就会多等个几秒，就不用车子就不用开，不会开走，我们就不用再多跑到下一个路口去丢，哦，就养成了这样的默契。某天呢，刚好我提早回家倒垃圾，大概8:50吧，我就已经下去等了。那等着等着，突然有一个阿伯啊，就边走边呢喃，就说：“哎，你在也来呗，你在也来呗。”这样子。那看一看时间也快9点，但奇怪的是没有听到垃圾车的音乐。哎，9点一到也没有垃圾车啊。那看到很多倒垃圾要等着倒垃圾的人都纷纷就是拿着自己的垃圾就回家了。那刚刚那个阿伯就刚好经过，我就问他说：“哎，阿伯，下面逮子这是怎么回事？”这样。那个阿婆就回答说：“啊，唔知啊，过来刚无来，就好几天没来这样。”对，那我们就累积了一大堆的垃圾，就说：“这垃圾怎么办？那也不是办法，很好。”但是就在隔天，听到音乐之后呢，垃圾车来了，我们就看看啊，大家大包小包赶快冲下楼到路口去倒垃圾。可是呢，这个时候那台垃圾车竟然就刚好开走。他说：“奇怪，我们不是养成默契吗？就是我们到，你大概等我们一下，你不要让我们跑到下一个路口。”我说好，那没办法，因为垃圾很多，就有点味道，就到下一个路口呢去丢了垃圾。那丢了垃圾之后呢，就看到今天的那个清洁队员跟我们原本认识的那个有默契的不一样，他来一个新的队员，比较年轻，直接就简称他队员 B， 因为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就来了一个队员。然后我就说那之前那个队员呢？然后顺便问他说怎么车子这么多天没来啊？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他是刚来这一区的新的队员，然后。来到，我说好，那赶快跟他打好关系嘛，就跟他说，那我们因为比较懒啊，我们家到路口有一段距离，看你能不能说我们过去的时候多等我们个30秒都好，就养成默契。那队员说，OK 啊，很爽快，就没有问题，就 OK 这样。过了2-3天，又轮到我倒垃圾，一样听到音乐，我就往路口奔跑，眼看我就要到了，也跟清洁队员 B 对到眼了，但是我快要到的时候，他突然拍一下车子，示意叫车开走。那我想说现在是怎么样？但是因为当下我也懒得跑到下一个路口，因为实在是太远，然后想说好，那我明天再到好了。到了隔天，我提早下去等垃圾车，车子一来，垃圾一丢，我直接找到昨天那个队员 B， 就问他说：“昨天我明明就跟你对到眼，你为什么还要把车子开走？”啊，那个队员就回答我说：“拍谁拍谁，因为他当下吓了一跳。”我说：“吓一跳，你吓什么一跳？”他说：“因为那时候我在跑的时候，拿着垃圾在跑的时候，在我旁边有一个人穿着跟他一模一样的清洁队的那个制服。”然后一直看着我，一直微笑，然后跟着我一起跑，一起跑，一起跑，一起跑。他一开始以为看错，直到越跑越近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人就是那个队员 A， 他就吓一跳啊，因为那个人他是没有来上班的，怎么会在我旁边奔跑？那讲完呢，当然你疑惑了一下，不过你马上你又问他嘛，好，就算跑的人是原本那个队员 A 老的队员，那你在有什么好怕的呢？有什么你看到了那开走干嘛？有什么好怕？那他就支支吾吾回答说。反正听也不是很懂，总之他意思就是说，他应该不会回来才对。他这样讲的话，我们回去边走回家的路上就无限联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想说，那原本的那个队员到底跑到哪里去？那有一次呢，我们两个都在家里面，听到那个垃圾车来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下厨房说，有没有垃圾？哦，刚好有一袋垃圾。然后我就跟他说，好，那我们猜拳嘛，猜输了拿下去丢。我猜输了，倒霉，能拿来的垃圾，我就边往下走，边往路口走，就走着走着，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说不对，我家这边在，如果之前大家有听过我们家故事的人应该知道，我们家是住在比较市中心一点点，那一区的，人比较在乎那个品质，所以其实我们音乐，垃圾车的音乐，很早的时候就有去沟通过，说不要放音乐，就是不要放给爱丽丝，那就不要放，不要放。可是我听到的是有放了音乐，然后才下楼。我说不对啊，因为我们已经全面改成就是铃铛，就叮铃叮铃叮铃。他就在巷口说提醒说我们那个垃圾车来了下去。所以我想说奇怪，那怎么会播音乐呢？我们听到的是什么音乐？拿着垃圾到了路口的时候，准备要丢垃圾，吓了一跳。
因为看到的是最初那个队员 A， 看到他的时候，他也是很亲切，很然后再看着我们微笑，然后示意说，哎，叫我们把垃圾丢进去。可是上次那个队员 B 说，这个 A 不是不会再来吗？而且他上次明明看到他无缘故在我旁边跟着我一起奔跑，还露着诡异的微笑。当下呢，点了个头，打了个招呼就回去了。没多久，一样到垃圾时间之后，但这次的队员又换回原本新来的那个队员了，所以我们就随口了，就问他说：“哎，上一次那个原本老班的 A 队伍来呢？哎，就是原本在做清洁的那个队员有来呢，还跟我们聊天呢。啊，今天又换你哦，你们是排班吗？还是干嘛？就寒暄一下嘛。”然后那个人看起来就很紧张，支支吾吾，他还流汗哦，就我那个汗感觉不是天气的关系流汗，就是冷汗。他开始摸摸说：“应该不会怎么样。”我说：“他还确认一下说，你是说哪一位？”我就说：“就我跟你说原本那一位啊，你说不会来上班那个，他是不是又回来了？是不是？因为上一次我们看到他，然后他就不讲话，他就说没有，我已经跟你说过，他不会回来了。”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有点古怪，又加上我们真的遇过太多奇怪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想跟他讨论，因为就算他只是一件小小的就倒垃圾的这种事情，我还是觉得好像有一些蹊跷。那后来有一段时间呢，我们两个很少在家，那所以也没有制造太多的垃圾，所以大概有超过半个月，大概二十几天吧，都没有去倒垃圾。那所以有一天呢，一有空档，我就把家里东西收一收，打算晚上拿去丢。那我看时间差不多，我就拿了几包下楼，准备等车来。走到一楼的时候，突然被一个阿婆叫住。这个阿婆就是当初说唔知耶，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的那个阿婆。阿婆就说垃圾摆着就好了。我问他说哈什么意思？他说要，因为我们有收管理费，所以就是摆着就好，会有人收。对，那我们是年轻人嘛，就是那种长辈，你突然改那个大楼的制度，其实我们很难知道。那反正就长辈怎么做，我们就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嘛，这样也方便，丢在那有人会来收就很好嘛。然后好，直到有一天，我们这样照着这个习惯就一直做一做。有一天打开信箱，突然寄来一叠罚单，那种一叠罚单一看，环保局寄来的哦。他说摄影机拍到我们把垃圾丢在路口就走，偷懒。然后呢，他就翻嘛，有可能垃圾袋里面会有那个我们家的住址或干嘛，所以他知道我们丢了嘛。好，寄来，那我们两个说。你丢入口吗？没有啊，反正阿伯跟我们说放在那嘛，就垃圾车就来收垃圾就来载走嘛，我们怎么可能乱丢？所以隔天白天一有空，我们就去申诉，环保局申诉。到了申诉的单位，跟他说明我们的状况，服务人员查了一下，接下来讲出来的话让我们非常的意外，因为这个服务人员说，其实我们这一区在三年前，在我们搬进来之前，其实就已经没有垃圾车来收垃圾了。因为我们这里的巷弄比较少，容易造成就是塞车回堵，所以你们说你们有把垃圾丢到垃圾车这件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会回答说，哎，真的啊？那服务人就说，好，如果你们要申诉可以，至少要提出证据才有办法申诉。如果你们坚称你们没有乱丢，至少要提出证明。对，然后就疑惑嘛，我回来跟我讲说，请问一下，当今世上有哪一个天才倒垃圾他还会开证明给你的，说哎，你倒了这张垃圾？不会嘛，啊，你也不会有证据说我有去倒垃圾，垃圾就丢掉了嘛。好，想了半天说怎么办怎么办，总要有一个人帮我们作证说我们是跟着他倒了吧。啊，那个阿伯嘛，跟着我们一起倒了嘛。啊，我们是你叫我们这样倒了嘛。好，我们就那天晚上就在同一个路口在等那个阿伯，说他能不能帮我作证。啊，结果那个阿伯来了，我说阿伯拍谁拍谁，有一件事情要把他还你。他说啊，你说啊，很热心啊。我说哦，因为阿伯哦，问我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去跟那个环保署人做个环保局人作证一下，说温经理弄把垃圾带你不收车来宾。阿伯你冇看到啊，你冇做会等嘛，对不？那阿伯有疑惑看着我们讲话。阿伯说什么垃圾车？我说阿伯，你那时候不是还在跟我讨论说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吗？啊，阿伯就回答说对啊。我说啊，对啊，你讲的不就是垃圾车吗？但是阿婆接下来的回答让我们都沉默了。阿婆的一席话将会反转整个事件，垃圾车到底有没有来过？那时候不是还在跟我讨论说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吗？阿婆就回答说对啊。我说啊，对啊，你讲的不就是垃圾车吗？
但是阿婆接下来的回答让我们都沉默了。因为阿伯摇摇头说：“我是自己在甲自己问讲，唔知影迄两个死去的人，搁会回来呗。”也就是说，我们怀疑队员 A 有问题，其实有问题的不止他，连队员 B 都有问题，而且从头到尾，我们家里面根本就没有垃圾车。谢谢大家。环保署，请把罚单取消，谢谢。你们两个要不要开礼仪公司啊？怎么说呢？哇，你们跟那个英姐太有缘分了。太有缘了，东区遇鬼王就我们两个。什么遇鬼王？哎，唯一遇鬼王。唯一。哎，请回桌。哎呀，今天四组的故事啊，真的是天南地北的啊，各有特色。那各位观众喜欢哪一组呢？赶快看完节目以后上我们的网站，然后帮我们投票，好不好？给他们一点鼓励。今天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